好，森巴足球狂熱啊！咁咧呢集咧有個 special 嘅，除咗 Ella 係我嘉賓之外啦，係啦，就係咧艾倫極黑嘅，因為咧過去咧分組賽咧我已經做咗登登登登神啦，而家傳聞咧我就已經最快做登膽嘅佢，咁啊所以今日咧唔得啦，真係要揾一個好朋友 Ella 過嚟幫幫手撐一撐場。我都好渣噶咋？唔係啊，你預測中嘅話咪你帝王啊嘛可以。好，我試下。嗱、okay ，今日咧我哋預測邊場咧嚟緊咧分組賽啦，英格蘭嗰組就嚟緊每隊呢個烏拉圭咯。咁我梗係代表烏拉圭出戰啦，係你睇下後邊我學係知啊。咁咧嗱，梗係英格蘭，英格蘭係啦，唔好理啦，英格蘭咩陣式啊，玩咩，有冇林伯特好啊，有冇朗尼好，甚至乎請翻碧咸都好啦。姑且，其實 Ella 同學都係唔係好識打機。試下先而家。係啊，唔係你想睇一睇究竟咩制打咩制？我識㗎，不過唔好叻啫嘛。你好叻。但都夠嚟贏你㗎。係啊，我唔識嘅，但係就即管睇下點樣啦。我識大波當自己贏啦，好嘛？其實咧，我同 Ella 咧就雖然識咗好耐啦，就唔好講幾多年啦，係一次機都未同佢打過嘅。咦？你開波喎？我睇下佢人行咗邊先。見到一個好耐冇見嘅朋友啦，卵仔。我不知道為什麼躺在這裡，識跑了，我終於識跑了，又有機會跟他在這個機場那裡困一困的實力，攻啊攻，快搶攻，真是大件事，射啊射，射他吧，真是既輕鬆又興奮的。你係咁啱，你係咁啱足球小將，足球小將咪對上你睇嗰套足球電影咧？唔係足球，足球小將係我而家仲追緊。你俾我入啦，係呢下啦，世界波入啦，耶！咁都入咗，你咪搞笑啊！各位，你真係覺得佢係有球技嘅話，請按一字啊！嗰球入球根本唔算係咯。都是跟我所想像一樣，是很差的佢啲技術。咁興奮在於咩咧？就係估唔到咧，佢咧叻我少少，佢覺得自己好叻。咁我唔見得你特別出色啊嘛！我就住你打啊嘛 ！OK 好，我試下企喺度唔喐，我睇下你射到幾多球。係咪先？你喐喎嗱，你喐喎，你喐啊！好，好啦，喐。唔係我有心係見到，救命啊，阿田！我真的沒有動到了，你過來鏟我吧。雖然今天只贏了4-0、這個、但我覺得已經可以代表了，這個並不是一個體育精神來的，其實對不住烏拉圭的朋友，英格蘭我不想贏，烏拉圭的朋友不懂聽廣東話的，希望他會有進步。謝謝，記住聽下你的極黑。國際足球盛事，你怎只是觀眾啊？DBC 引爆足球狂热，全台 DJ 主持升级嘉宾，全程电玩测赛果，这个六七月同你玩到尽，精彩玩乐无限播送 DBC 数码电台。其实我捧英格兰，我真的输了。